角色一致性、多图融合、局部修改、风格迁移、理解 3D 网格、知识结合、用嘴 P 图、高速输出，哪个 AI 工具可以一次搞定这些功能呢？嘿，hey, 我是忍者妈妈，带你使用 AI 工具完成自己的动画作品。这一集课程由我的 AI 语音助理 Tala 来帮大家讲课，让我们一起欢迎 Tala。大家好，我是 Tala，我的名字一指星光，就像星星指引方向，我希望成为你智慧的光源。 为你带来知音与温暖。最近再次震惊 AI 界的 Nano Banana 是什么？其实它就是 Google 推出的最新图像生成与编辑模型 Gemini 2.5 Flash Image，有昵称 Nano Banana。为什么 Nano Banana 能疯狂洗版？Nano Banana 的八大特色：一、角色一致性，可以保持角色一致性，以丰富叙事；二、多图融合，能把不同图片合成同一场景，让创意无限延伸；三、局部修改，精准修改部分元素。 不影响其他部分。四、风格迁移，轻松转换画风及材质。五、理解三 D 网格，对立体物件有更好理解。六、知识结合，能利用 Gemini 的世界知识来生成影像。七、自然语言控制，接输入文字就能编辑，真正用嘴 P 图。八、高速输出，生成速度明显胜过 Chat GPT。要在哪里使用？三个主要方式：一、Gemini 对话界面，模型选择2.5 Flash，点选图像。 就能开始透过聊天生成图片，点选这里即可上传图片。二 Google AI Studio，选择 Gemini 二点五 Flash Image Preview，同样可以用聊天生成图片，点选这里即可上传图片。三 LM Arena，这是一个由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研究人员建立的开放平台，能测评各大模型，还有排行榜。这里有三种模式可以选择：一匿名 PK 模式，系统随机挑两个模型，你输入指令，根据结果评分。 之后才会公布是哪个模型做的，很像拆盲盒，非常有趣。建议先评分再下载图片，这样档名就会包含模型名称，省下整理时间。二、指定 PK 模式，你可以指定两个模型互相比较。三、单模型模式，直接指定一个模型生成。这里没有上下文记忆，所以提示词要写清楚，每次都要上传图片。Nanobanana 实测小樱的绘本挑战，接着。 我们来看如何将这些功能实际应用在创作中。绘本部门的小英接到一个新任务，要用指定角色创作一则故事。她先在 Chat GPT 写好剧本与分镜，准备测试 Nano Banana。听说 Nano Banana 很厉害，还能用嘴 P 图，我一定要试试看。她先在 Gemini 网站上把角色图片扩展成全身照作为母图，比照忍者妈妈之前的教学，先定义角色，再生成分镜。第一张分镜 OK，但长宽比跑掉。 第二、第三张却出现奇怪的画面。咦，不是说很厉害吗？他换方法，上传图片加提示词。虽然分镜正确了，但却多了一只手。他叹口气，先继续生成其他分镜。结果人物对了，但位置不对。他再加提示词：小女孩往右边移动一步，绿色小精灵面向小女孩，小女孩背对观众，面向绿色小精灵。这次画面终于聚焦到小精灵。当然，如果不想一步步改。 也可以直接重新生成，好多啦。接着他测试 AI 的记忆力，如果不带图片，能不能延续角色？结果全跑掉。我的天啊，这不是跟 Chat GPT 一样是多模态模型吗？最后为求 AI 生成图片的稳定性，他只好每次都重新上传图片，完成剩下分镜。太多人使用的时候，Gemini 也会罢工。小英接着尝试 Google AI Studio，选择 Gemini 2.5 Flash Image Preview，这里的记忆力比 Gemini 网站稳定。 不用一直上传图片，但遇到另一个问题：如果提示词里有对话，画面就会出现文字，但目前不太支援中文，生出来都是乱码，只好在下一次指令移除文字。这里不用一直上传图片，AI 生成图片就非常稳定，只是这边的 token 数量比较少，如果满了，要再开启新的对话视窗才能继续。如果有使用参考图片，就要重新上传。最后，他玩了 LM Arena，这里没有上下文记忆。 每次都要上传图片，但 Nano Banana 在这里的表现却意外精准，书本细节全都正确。小英继续完成剩下的分镜，但她对分镜八不太满意，改用 Battle 模式测试其他模型。结果很抱歉，还是用 Nano Banana 好了。意想不到的挑战，小英完成分镜，正得意时，却收到推荐通知。这个分镜错误不合逻辑，她修改提示词，将分镜六拆分成两个分镜，一个是小女孩不舍得拿着书本。 另一个是小女孩双手放开，书本掉在地上。画面果然修正了，但很快又遇到新挑战。这个动作太单调，小英只好开启小画家，用滑鼠临时手绘一个动作参考图，上传给 AI。真是太神奇了，这样也能懂我。这几个镜头都没有变化，呆板无趣。他继续改成鸟看视角，改成特写镜头，改成背影回头，背影回头。天啊，脸怎么变啊？因为他给 AI 的参考图只有背影。 根本没有脸部参考资讯，所以 AI 就自由发挥咯。他改用正面照片参考背影、回头，这次就完全正确了。表情太单一，能有多一点变化吗？张大嘴巴，表情非常惊讶，表情夸张一点，咧嘴微笑，露出满意自信的笑容。金色符文出现前，再多一点情绪铺陈。移除书中出现的金色符文，主角很开心的看故事书。主角皱着眉头，感到疑惑。 这样总应该可以了吧？欢迎来到忍者妈妈 AI 小学堂。记住一个原则：当 AI 开始瞎掰，就是你给的资讯不足，动作太复杂，提示词矛盾，图片资讯不完整，他就只能乱猜。把它做成翻页电子书。所有分镜都准备好之后，小英却突然发现一个大问题：怎么图片大小都不一样？明明提示词有指定长宽比啊！因为你上传的图片尺寸也不一致。哦，我的天啊！ 还好只有八个分镜，小英只好摸摸鼻子，全部重来。这次她学乖了，先把所有参考图片的长宽比改成十六比九，再交给 AI 生成，果然顺利多了。当然，也可以把图片上传到 Design，利用 AI Editor 的扩图功能。小英选择全部重新生成，结果发现 Nano Banana 在短短几天内居然进步不少，几乎没什么错误。接着，小英来到 Canva 开始做电子书排版，这次她想用一比一的尺寸。 直接套用这张封面该怎么做呢？将书本封面改成正方形的图片，Nano Banana 一样可以做到。太好啦，还以为要自己调半天。小英建例行专案，上传图片，插入版面，加上故事文字，调整字型、字体大小与整体配置。c a n v a 甚至会自动解析素材颜色，帮助它更快找到合适的配色。故事绘本的排版可以走简单风，也能加点巧思，善用元素工具，让画面更活泼。 他点选左边元素搜寻边框，把图片拖进去，瞬间就完成了。滑鼠点两下就能调整图片位置。全部排版完后，点选分享下载 PDF。接下来，他来到黑金网站，用 Google 账号登录，上传刚完成的 PDF，设定标题、翻页效果、网页背景、背景音乐。在编辑模式里，还能插入连接、图片、影片、声音及网页。设定好之后，按储存。 再点 Stop Editing 回到预览，点选分享，复制网址就能嵌入网站。但故事还没结束，主管又提出新需求。 我还要小说解说频道那种有微动态导读的影片。于是小英开启 Google AI Studio，选择 Native Speech Generation。这里有单人和多人两种模式。他先测试单人模式，贴上故事内容，指定声音风格，选择声音，按下生成。完成后按播放试听，还可以调整线上试听的速度。如果满意就下载，不满意就再生成一次。接着他改用多人对话，让故事更生动。 贴上故事内容，用文字指定声音风格，将旁白命名为 Speaker 一，并在故事内容旁白的部分也加上 Speaker 一及冒号，右边就会出现这个 Speaker 一。接着选择声音，然后比照这个模式，将小精灵的声音设为 Speaker 二，按下生成就可以了。虽然 Google AI Studio 的声音种类很多，但因为是原生多模态模型，即使设定相同，每次生成的声音还是会不同，所以这功能比较适合独立影片。 不太适合长篇连续剧。声音准备好之后，小英打开剪辑软体，把画面与声音对齐，加上转场、动画、音效和背景音乐，一部儿童绘本的导读影片就完成了。影片完成后，他笑着传给主管，但他心里还有点忐忑。这一次，他的作品能顺利过关吗？还是又会迎来新的挑战呢？森林里的雾气如同梦境般漂浮，银蓝色的光从树梢缝隙中洒落。 小女孩紧紧握着从书店带来的那本《Growth and Transformation》，心中还留着翻开书页时的悸动。就在那一刻，文字化为闪烁的符文，将她卷入了书中的世界。当她睁开眼时，自己已站在一片幽深的魔法森林里，四周的树木高耸入云，银光点点，像灵魂般漂浮。她惊讶地发现自己掌中竟燃起一团温暖的光火。 你好呀！一个清脆的声音响起，循声望去，一个头戴绿叶帽、眼神闪烁的小精灵正站在不远处，正是书中他最喜欢的角色，那个名为 Leaf and 的森林守护者。你翻开了故事，也就选择了与我同行，但要记住，每个选择都带来代价哟。小女孩虽心中忐忑，却还是点头。 他感受到火光在手心跳动，仿佛在催促他勇敢踏出第一步。试炼之路，他们踏入森林深处，沿途遇见三道试炼。第一道是一座被黑雾覆盖的桥，小女孩点燃手中火光，照亮前路，但火焰越烧越弱。她犹豫片刻，选择将最后一丝火光留给雷芬。结果，她虽顺利渡桥，却因火光熄灭，独自陷入黑暗。 那一刻，他懂了，善意能助人，也可能让自己失去依靠。第二道是一片镜湖，湖面映照出他的未来。有一个影子告诉他，只要放弃冒险，便能回到温暖的书店，过着安全的生活。他伸出手，却看到 l e n 在湖中逐渐消散。他明白了，选择逃避，就意味着失去与朋友并肩的机会。 她咬紧牙关，打碎湖面幻想，承担继续前行的孤勇。第三道是一棵古老的智慧之树，树告诉她，若要得到真正的蜕变，必须牺牲某样珍贵的东西。小女孩紧紧抱住怀里的故事书，那是她通往这场冒险的钥匙。最终，她含泪将书放在树根前，瞬间书化为光雨，融入她的胸口，化作永恒的力量。成长的代价。 旅程结束时，小女孩已不再只是个读故事的孩子。她掌中的火光再次燃起，但是这一次不再只是单纯的魔法，而是她勇敢选择后的凝聚力量。李凡微笑着说：“成长并不是变得无所不能，而是学会承担选择背后的重量。”当他回到书店时，再次望向书架时，那本《Growth and Transformation》已不复存在，取而代之的是一面镜子。 映照出他眼中闪烁着新生光芒的自己，是不是很简单呢？赶快去试试看吧！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、按赞还有开启小铃铛，让我们一起站在 AI 这个巨人的肩膀上，看得更高更远吧！